各位评委老师好，我是邱意涵，我来自中国北京市。今天是2023年7月1日，以下节目为新加坡亚洲艺术协会举办的世界二胡大赛演奏，演奏曲目为《秦腔主题随想曲》。Thank you.
好，我是邱意涵，我来自中国北京。今天是2023年7月1日，以下节目为新加坡亚洲艺术协会举办的世界二胡大赛演奏，演奏曲目为《雪山魂颂》。